你有没有放在你心里吗？你根本没有。你以为我有多在乎你？我只是想告诉你，眼下的情况情爱无意，前程咬紧。见过大小姐。各位起来吧。 谢大小姐。会弹琴的弹琴，会唱曲的唱曲，会跳舞的跳舞，什么都不会的，自己玩也没关系，热闹一点就行了。是。崔玉郎，树木之滨，自见枕席，你好得很啊你！不，你听我解释。 站住！哎哎，你看那边，裴文轩，走！哎，你干什么？让开！你做什么？裴文轩，你拉我去哪儿？ 什么？你发什么疯？冷静一点。 裴文轩是个有分寸的人，疯起来也是讲道理的。你不能跟我解释一下你心里面到底是怎么想的，这很难吗？我就是这么想的。你不是也说吗？我心里根本就没有你，我就是想出来爽快爽快。花船是我包的，男人是我请的。崔玉郎的意思就是那样，他要自荐枕席，怎么？不爽了？不爽就回去写和离书。 或者，你也去春风楼，找几个漂亮姑娘，何必来我这找我的不痛快呢？你怎么能这么羞辱我？我就羞辱你，怎么了？你再说一遍。我就羞辱你，为什么？ 你疯了！你在干什么？你无耻下流！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你太不尊重人了！跟老畜生，你混账东西！你欺负人！你别过来！你别碰我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裴文轩，我看到信了，裴雁塔的信。我知道你还在意我，我也知道你还喜欢我。 是我误会你了，但我真的很生气，我气的是我自己。
我为什么没有早点知道你的心意？我本该相信你的，我本该相信你对我的情感，可我……李荣，我也会难过，我也会妒忌，我没那么大方，我不喜欢你身边有其他男人，我更不喜欢你随时可以离开我的态度。你能不能对我说一句，我是在意你的？啊？对不起，不想这样，我也不想这么难看。我没有只有权势，权势和你，我从来没有说过权势更重要，我只是想找到一个万全的办法来保护我，所以我跟你说合理，因为我知道苏荣其实算计着你来的，我不能让你进他的圈套，我或许没有你那么纯粹，所有感情相关的都不能交换，可我不是没有心，我也付出，也在意，也喜欢，我只是觉得我喜欢一个人，我就希望他过得好，哪怕他不同我在一起，只要能过得好也无妨，可是你们总觉得我心里只有权势，觉得我冷漠寡情，所以你也好川儿也好，觉得随便说什么都不会伤害到我，但不是这样的，我也很在意，我希望我对一个人好，他能够认可我，喜欢我，接受我，我也希望我喜欢的人，哪怕我多么令人讨厌，多么丑陋，也能一直喜欢我。我知道这很自私，但是我没有办法，我想我已经重新喜欢上你，可是我就是喜欢，我能怎么办？那就喜欢。李柔，我能为你改变，只是希望你能同我说真心话。